看这切成花多漂亮。今天我们在南阳的市场上啊，牲口市场，站的比较高一些，给你们看一看啊，买驴的、卖驴的、买马的、卖马的特别多啊。一会儿师傅要给几头驴来修蹄子，我们来看看。看这四个蹄子啊，太大了。这儿走不了，你看。这个路怎么走？走，不放脚了。跑起来，害怕了。先剁一点。你那包上哪去了？啊，你那包上哪去了？看不见了。他这咋找呢？消失了。走，站住！土堆了，哎呀，这土堆我陷开，没事，这没事，好了。这好了啊，看这切成花多漂亮。刚才那个大蹄，你看那个底下走成这样，来走，能飞进来了。站立，站立，哎，停！哎呦！哟，下手！好看，你听着听着好看了。修好了，看看这四个驴蹄儿啊，四个破鞋换成了四个小新鞋啊，太漂亮了。